你要按播放。哎、欸，怎么下面？下面，这个你要按这个。这个。今天就是想要分享以前是我们跟那个老胖老师是要学到什么了，然后第一个就是我的印象是那个跟时间还有意识有关系，然后那时候老师就是跟我们讲，就是意识的在我们的生活，在你在做了什么，就是动作的。可是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是可以拍起来，然后你这个的话是有三张，哎，其实四张照片，然后这个是刚好是国庆日的印尼国庆日的活动，刚好我有去四年，每一年都有去，然后这个是好像是去年的拍的那个，拍的什么？去年拍的那个照片。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那边的时，那时候就是大家都慢慢，要进去，在那个游行，然后要去那个泰博物馆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很多人是很期待的，然后印尼人也是感觉很活泼的。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印尼的文化，七种诗意的文化是叫做那个 Singo Barong， 你可以看到后面跟前面的部分他们是会跳舞的话，就是你可以看到其实有感觉他们会转的时候就是会看得出来他是那个是很大的东西，然后很重，对，然后60公斤，有一些50公斤以上，还有这个是在跳舞的时候然后这个是今年的活动，然后刚好是，可是这个都哎，原本的话就这个是2011，其实这一个是2018-2019年的时候，然后这个是刚好是这个礼拜天，前天。还有其实这个是很重的话，可是还是会有舞蹈人员是在上去，然后这个总共是好像就100公斤，还有这个是在跳舞的时候老师在我们的课程是还是有说你怎么看见就是不一样的个性的人要脚做他们的身材或是他们的动作是会怎么样，然后刚好是这个的时候有是女生的跳舞，然后是传统的跳舞，很看起来很温柔，可是其实有其中之一是男生，可是大家都是看得出来就是都是很温柔的表演，然后如果有可能如果我没有讲话可能是大家都会以为都是女生，而且是这个也是就是前天的活动也是国庆日的这个你看会看到有一个有一些动作他们在表演，然后其实是当有一些部分是好像他们看起来是很 man 的感觉，可是也是有时候也是很温柔的很女生的感觉最后是就是我们的
国旗是红色跟白色的。这个我拍的是，等我一下，我忘记这个是去年还是前年的活动，也是一样的国庆日的时间，所以其实这个印象就是跟以前老师讲过的课有也是有连接，就是跟时间有关系，刚好是这个是好像三年的活动，因为最前面的活动好像我不知道放在哪里了，就是都是国庆日的活动，都是国庆日的活动，刚好是都同样的地方，可是时间都是不一样。2017年、2018年跟2019年，然后还有其实人就是人员都是有一些是不一样的人，然后还有就是接下来就他们的你可以看到其实是都是印尼的文化，只是印尼的文化在台湾会怎么拍出来的这样。还有就是所以说我没有我这个求生剑我没有用我以前的我的作业，可是这个是其实也没有不是我的新的创意，就是都是以前做过的，刚好是都是就是跟时间意识然后文化还有那个个性的那个有关系，然后我觉得这一些照片都是有它的意义，它的自己的那个 focus 那一种之类。你果然很会拍照，还有几分？你还有七八分钟。用印尼文加上它，你用英文讲也可以啊。英文讲，然后还有就是，然后你如果是大家都是看这一些照片的话，就是大家会觉得就是很像中间的是很像男主角，可是他是真的就是男主角，很多人就是去那个博物馆看那个印尼的表演是为了看到这个表演，我昨天去的时候就是没有他们的表演，就本来是好像没有那么多人，然后他们一开始表演就大家都突然是都是从其他就是很多地方都是出现，然后为了看到他这些表演，这个是就是其实是在从那个东爪哇的传统文化，然后这个就是本来是好像是先那个女生要先这个就是穿白色的衣服要先跳舞，他们跳舞的时候他最前面是他们先跳舞，然后后来就会有那个男生会跟着他跳舞，跳舞之后他们那个男生在一开始穿那个面具，穿那个面具，然后就一直跳舞。这个很大耶，这样对一个重吗？那个很大，然后它是好像是60公斤，对，60公斤，然后他们要用那个牙齿拔的，然后就跳的，然后那上去，如果再加那个这个女生的话，总共会大概是100公，一百一
一百所以人在上面，然后除了摇那个之外，还有一个男生上去坐。对，他是会在那个面具上面的话，嗯、然后就绑了。这然后就是这个舞蹈，就是很多人这样子的一起，大部分是两个人这样而已。大部分是其实是好像是会，哦，还有就是有一些人在那个tent 里面都是。他们是在那个玩那个music instrument， 然后那个这一些人就是会在一直表演，然后就还有就是。还有这一些哦，对不起，我忘记，也是在这里的话是也是有男生在跳舞，然后这个的话就是也是会看起来其实也是很温柔的感觉，就是你如果是没有真的认识的话，或者是在没有那么近的话，可能你会觉得他是女生，所以因为是跳得很温柔，而且是这个跳舞是从那个爪哇岛的传统的舞蹈，因为爪哇的传统舞蹈都是大部分都是感觉很温柔的，嗯。那 Linda， 你可以，我可以问你问题。哦，可以。那你觉得整个学期的课上下，哪一个作业让你印象最深刻？哪一个作业印象最深刻的话，其实是都是你又跟我说，就是如果你拍照的时候，拍照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你想要说的什么。然后所以大家会看到从你不用讲话的话也是会看得出来，这样。那我们有很多作业嘛，哪一个作业你拍起来觉得最难做？哪一个作业你做的时候你觉得最困难？最困难的话是十二周的时候吧。十二周作业，那个是跟时间有关系，然后那时候是我还是很迷惘，然后是觉得我不知道我的时间是够不够，然后还有觉得啊算了，我那时候刚好是有一个活动，哎不是，有一天真的觉得很忙，忙着工作，然后要跑来跑去，所以我觉得那个时间会，如果拍起来又可能会觉得感受，其实时间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好，那这是最困难的嘛？那你自己最喜欢自己哪一个作业？最喜欢吗？我其实都是很喜欢，除了做作业。是我真的很喜欢，所以就是我很喜欢会，你会知道一些那个历史，然后还有老师还是会叫我们拍照的时候，虽然是我没有很好看的，没有很高级的那个手机，可是老师会让我们觉得我们的手机这样也是可以拍得很好。然后还有可以学到那个，如果那个跟阳光灯的那一些要怎么拍，让你的作品会看起来会比较好看的那一种。那如果你每个作业都很喜欢，为什么
今天会想要用一个全新的？因为我觉得那一些作品是已经那个拍出来了，所以就有可能是那个小呈现就要负起跟那个有上课的关系，可是我觉得做新的就好了，这样好，没关系。我们可以看到琳达非常的紧张，她平常没有这么紧张。她讲到我们应该听不懂。她的中文能力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已经打了对折了。那我们班是担任翻译，她接下来要担任翻译。她平常是可以帮别人翻译的，但现在太紧张了。好，没有关系，谢谢琳达啦，谢谢。好，那我们下一位是安妮。是印尼，那我本来是这个课程对我来说我是没有什么兴趣了。我还没有讲完好不好？老师不好意思，我不是说我是前面你没有兴趣，因为对我来说啊，艺术创作是对我是很困难的事情。然后我第一次上课是。刚开始很陌生，看到老师很陌生，然后我也是很害羞，因为我们印尼人哈，平常就是看男生就是比较不会看那个正面的，就是我一直看下面，然后就是不敢看老师的，对呀、啊。然后我一直听老师讲，我也是很无聊，然后后来。后来就是开始我们上课的时候就是做那个吃，然后就是分还有画线，那个开始我觉得哎也是不错哎，上这样的课程，然后我觉得老师可以看到我们在画的时候，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就是很像刚刚那个配音，就是说哎很神奇哦，很像在算命的样子。因为老师说那时候我在画线的时候，他就是讲我的个性都是类似很像。哎，老师怎么知道呢？那我看到这样画画一大都知道了，但是知道对啊，但是我后来是我会印尼，那没有办法上课，我应该一半是没有上课。但是我就是继续上课。那这一个照片是我第一个的作品，老师是说要就是照相，然后说很近。我自己本身我很不喜欢看到我的照片这么近，我最不喜欢就是看到我自己的眼睛，对，因为我看到自己的眼睛看起来是不好看的。我看镜子我也是不会看我的眼睛的，嗯，但是后来因为老师要我们拍照，我也是不得已，但是我慢慢看观察自己，我每一个不管是我的工作还是什么我都不太会满意。例如说
我要拍一些广告啊，还是拍戏什么之类的，就是会看到在电视还是在YouTube 上，我都不敢看呢。然后我先生就是看到我在电视的时候，过来啊，有你啊，有你啊，我才不要看呢。那他就问我为什么，我觉得我做的不是很好，那我就是真的不敢看。然后我在广播的时候，我也是不太喜欢听我自己的声音，我觉得我的声音不是很好听的。对，那这个是应该是我自己的本身要求很高的。那我这个上课的时候，虽然我不喜欢，我没有这么兴趣，但是我觉得我上课这个我也得到很多一些我以前不知道的事情。比如说老师常常也会分享给我们，比如说就是照片，这个照片原来从很久很久以前都有这个祖先的。那我们我的，因为我以前在印尼小的时候比较少那个照相了，因为我是住在乡下，然后照相就是应该一年一次还是一年两次这样而已，就是没有这么多。然后就是有照片，应该是我在幼稚园啊还是很小的时候，就是很久很久才会有照片。但是我后来在台湾的时候，我自己本身很喜欢照相，然后有一些朋友就是说，哎，你是当 model 吗？没有啊，怎么样啊？我跟他说这样，为什么你是搭配头巾啊、衣服啊，然后你的动作都是这样子，是为什么？他说这样，因为我以前在印尼国小的时候，我很喜欢看电视，就是看 model 他穿的衣服，还有他走路，还有拍 pose。是这样子的，然后就是我一路上都是一直很喜欢，我很注意到衣服，比如说我出门的时候，还是我去上课的时候，或者我去我公公婆婆的时候，就是我会有时候我有时间早上上班，然后下午去我婆家，我都会换衣服。因为为什么我要换衣服？因为我要到厨房做菜，就是会穿的不一样。有照片吗？照片。刚刚按哪一个？右边。右边。好，好，那这个是番茄，是刚好在我婆婆家。那这个番茄是也是刚好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就是对比跟比例。虽然我没有上课，我在印尼哦那时候，但是我还是会就是做作业，但我没有给老师看了，我全部都老师现在才发现，我全部都有做，我每一个就是作业我都会做很多。我都分类之后，我会给老师看，但是我今天就是我那一张一张这样子，就是我要给老师看我是真的很认真上课因为我就是关就是我老师在上课的时候给我们做作业，我不太了解老师是要叫我们做什么。那时候我刚开始上课是就是拍照嘛，拍很多各式各样嘛。然后第二个就是十二个时钟，那时候我不知道老师是要什么，还是我拍很多时钟吗？然后还是我拍十二张的时钟吗？我这个都不知道。然后我也是不敢，就是没有问这么多，就是我自己的观察，就是观察到底我要做什么。那没有关系，我自己做什么，不管有没有对还是错，就是再说吧。好，那这一个也是我没有上课。那为什么我是选这一个照片？
就是那时候是很像有什么知手还是动对方向跟方向跟我这个我也说很多种，然后还有一些以前问女儿有睡觉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做那个压吗，就是在影子那一种我也有，但是我是先这一个，这一个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吗？如果去越南的时候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吗？这个动作如果在越南不能这样比哦，因为这个因为我也本来也不知道，我是看在网络的时候，就是看看那一种动作比较不好啊还是比较好啊，那我就选这一个，就是像就是女生跟男生就是那一种在一起这样子的，就是比较不好的。那我自己本身也不知道，那我今天就是分享给大家，也是让大家注意进每一个不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去印尼啊还是去台湾，在其他的国家虽然这个是赞嘛对不对，那有在其他的国家那个是不好的事情，那我有这个老师给我们的课程，我就是可以知道原来如果我们在印尼这个站台湾这个站在其他的国家这个是不好的事情，对，就是也是让我知道，然后也是分享给大家的。那这个在印尼有什么意思？这个在印尼是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如果我不要分享我怕等一下是讲不好的。好，那这一张是我第一次上课，就是从印尼回来。那因为我刚开始也没有带什么东西，我也没有带相机啊，我就是用手机拍的。本来老师这一个是在棚内拍照，然后用照相机，很像用ISO 200哈，老师哈。虽然我也没有这么认真，但是我也听了。是，好，那这一个是我们在棚内，例如说我去卖东西啊，还是什么，就是可以用各式各样的灯，就是从旁边还是从上面，然后可以用透过那种玻璃纸用很多各式各样的颜色，就是会不一样，不同的成品就是颜色也是会不一样的。那时候我们两个多小时就是一直拍各式各样不一样的就是不同的颜色。好，那这一个是刚好我的其中一个作品是12个时钟，我那时候是星期六吧，这样，对，然后早上我要上课，一大早上课的时候我出门要拍照，就是7:30，然后拍照是我的时钟，然后我在上课的时候，在课程那时候还没有上课，我也是拍，就是我总共拍的12张，就是刚好，但是我没有每一个小时是一张，但是我有做了12张这样子的，因为我这个概念我也不了解老师到底要我做什么。那我知道就是说你要拍照12钟对不对，就是拍照里面是有4钟，不管是用闹钟4钟还是用手表，然后我因为我的时间是不够，因为我上课已经到下午3点了，然后我这个刚好到家的时候我拍照在我女儿的房间，因为我女儿的她也很喜欢娃娃，然后因为十二个
我觉得也是不够，那我还要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的手表，全部手表拿出来，然后就是拍照，然后去我婆婆家在路上，然后我用那个手表打开这样子有拍照，然后最后一张是从我婆婆家有回家的时候，我已经出来已经说门了，然后还进去，因为我记得老师的功课就是刚好晚上七点半，刚好十二个小时的，对，完成。那我觉得就是我已经很久没有上课，我觉得上课对我来说有时候还有功课很有压力，因为我们还有工作，还有照顾小孩。但是我觉得上课对我也是很有帮助，以前没有学过，现在有时学过，不管是我做了好还是不好，老师也是会跟我说，哎，你应该如果在十二个小时这样子，你可以换几套衣服，老师那时候是跟我说这样子，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如果你已经上班到在外面四个小时，不可能的事情，可以穿的几套衣服，最多我是那时候是穿两套，因为早上上课，然后下午我去我婆婆家上课的。好，那这一个功课是从家里到附近500公尺，哎，500公尺，500公尺，然后，因为我没有像，就是不希望我跟其他的同学们同样的一样的拍照，比如说。附近有很多这个 7-Eleven 啊，还是我家里中公园是几公尺啊，这样子。我是特定一个地方，就是在我婆婆家，因为我婆婆家是不到500公尺。那我那时候是分享我做料理，因为我很喜欢做菜，我各式各样的料理就是分享给同学们。OK， 好，那这一个是我刚好是做菜，那么另外一边他是我就是照顾我公公啦，但是我很喜欢自己做菜，就是让他看，然后帮忙洗菜就好了，然后全部我煮就好了，嗯，好。那这一个也是老师的作业，那时候我也是刚好没有来，没有分享，就是看展览。那这个展览是刚好我那时候去嘉义还是去那个彰化那边的，嗯，差很远。对，是的，我忘记了那个地方。好，那这个是仪式。那仪式我每天都在做啊，那这个是刚好我们也是去中部那边，就是分享，就是推广我们的竞争认证，然后还有每一个地方现在都是很方便，我们可以做礼拜。那平常我们做仪式就是做礼拜的时候，就是先做小敬了，那这个小镜的时候就是洗脸啊，漱口啊，还是洗耳朵手脚，然后在我们可以再做礼拜。那这个做礼拜是我们每天都是5次，就是往卖家那边的。好，那这一个也是其中一个作业，就是刚好就是相反。那这个自己本身他是一位男生，那我刚开始到左路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是男生，因为我是从旁边这样看到这，哎，很像很漂亮，然后我问我的隔壁，他说，哎，你这个是男生还是女生，他也是不知道，那 后来他刚好坐在我前面左路这样子，哎，哦，我发现原来他是男生，他是一位菲律宾的那个 designer 呀，设计师，然后刚好他们是在台湾的就是介绍作秀，然后介绍他们的产品。好，那这个也是其中一个的作业，就是
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我以前还没有戴头巾的时候，我就是很喜欢打扮，就是男性这样子的，嗯，那但是老师还有跟同学们说，虽然我打扮这样子，还是看起来还是女生的，就是应该是我自己可能是人太瘦，还是就是没有办法很壮很 man 这样。我的已经打扮到跟男生一样，但是没有办法这样子的。嗯，好，那今天也是谢谢，我没有准备这么好的。就是分享，因为我觉得不知道要分享了什么。谢谢老师，谢谢。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安妮。那接下来我们就最后，还有对啊，如果需要整理一下场地，你需要怎么样的场地呢？我们需要往后，大家可以往后面那边。哦 ，OK， 大家往后是不是？对，然后我们这个。这个也是花露面，所以这个要关关掉呀。可是这个这不会这个，你不用这个吗？不用。可以来的。那我也要到后面去吗？对。哦。那我可以在这里。我们到后面。然后这样够吗？还要再上去吗？可以可以。这样可以的吗？那我可以，你要在哪里？我要怎么拍你？不行的。我啊、要开始的时候你要讲，好，你先讲吗？没有，我这是开始。你先开始。你要 like 吗？哈哈哈哈哈！真的好笑。觉得很舒适吗？真的很调节。说看下面。哎，要不要得到东西？Oh, no.
安静。大家好，这是我今天没有做什么东西，没有做作业。我可以讲英语文吗？可以，有人翻译。自己会讲？没有、啊，我的同学帮忙翻译。你的 OK 吗？这样时间不够。没关系，你先讲。好，我今天做一个舞蹈，新的舞啊不，打两个舞蹈，新的舞蹈，用这个。讲座，温度，啊不，温度，我们在哪里？就是小呈现，就是今天就是。嗯。Terus kenapa aku nggak pakai gambar nggak pakai ngobrol? Soalnya aku nggak bisa ngomong. 因为他为什么今天就是没有用就是照片 PPT， 因为他没有办法用中文说嘛。所以我用。舞蹈对，kenapa aku pakai dupa? Karena seperti yang Lasso bilang, Lasso dulu pernah bilang sejarah tentang sejarah masa lampau dan ini dulu di Jawa juga kalau berdoa atau memanjatkan sesuatu pakai dupa. 嗯，他今天为什么就是？香，因为以前我们在印尼的，如果有做什么事情，就是用香这样子的吉他的样子的。应该是你们那边是印度教吗？有印度教，有爪哇。爪哇传统的宗教。gerakan ini ada makna ada makna tersendiri dari apa yang aku dapat di kelas ini. 就是看看他的动作，就是他得到在这个课程的。Yang pertama tentang. 你放好了。Yang pertama tentang keindahan atau unsur-unsur keindahan.Ya, karena saya tidak bisa foto atau tidak bisa menggambar, jadi saya tuangkan keindahan pada gerakan. Terus, kenapa saya pakai gamelan untuk mengiringi tari saya kembali kepada sejarah atau melihat sejarah pada lampau pada masa lampau. 就是说，为什么要用那个打击的音乐，就甘美朗？对，就是为了要回应这个课程，对以前的历史，嗯。Terus lagi dulu Lasso bilang memperkenalkan budaya Indonesia ke Taiwan kalau bisa atau budaya Taiwan bisa diperkenalkan ke Indonesia dan ya dan sekarang saya memperkenalkan budaya Indonesia kepada khalayak di Taiwan. Lasso 之前有说过，就是他可以介绍跟台湾人介绍印尼的文化，那也可以跟印尼介绍台湾的文化。那今天就是要跟大家介绍，让大家有机会认识印尼的文化。Lalu ini tarian ini khusus buat hari ini dan saya konsep satu minggu yang lalu。他说这是为了今天特别练习的，就是他那一个礼拜前才开始准备。Dan tapi musiknya。Musik saya sudah pernah pakai di Indonesia untuk pagelaran. 然后就这个音乐以前就是表演的时候就已经用过了，就音乐是以前就
使用过，可是这个舞蹈就是特别为了今天晚上去排练。Ya, ini tarian tadi khusus buat pertunjukan untuk teman-teman semua. 嗯，先给大家。然后，先这样子吧。那谢谢大家。还有一分钟吗？还有一分钟哦。好啊。那你讲。那我介绍，我是萝卜，我在我从中印尼来的。刚刚还没有，对啊，我刚刚忘记讲，所以我介绍我自己。那你上这个课有没有什么要回馈给老师？你要印尼文讲好吗？你听得懂吗？阿达格桑阿达格桑诺，然后上班。比较拉什么 ？Yeah。爸爸咕噜。Saya berharap sih bisa ikut kelas ini sampai selesai, tapi ya mungkin nggak bisa sampai selesai karena aku harus pulang induk. Oh, 他说是希望可以一直上这个课上到结束，等他就是下课就要回去。好。谢谢萝卜。所以萝卜是为我们今天晚上特别编一个新的舞蹈嘛，是的。对，好，大家都很客气，都说自己没有做作业，然后都说就是考试前都说没有读书，考出来都得100分的这种同学。好，谢谢各位同学的小呈现。有没有现场有没有观众朋友想要分享或者想要问问题的，都可以。有吗？我们麦克风可以先用举手的朋友。对。啊，如果你不想要入镜，可以先跟我讲，我就会开别的地方。有吗？还是就是针对今天小呈现想要回馈给学员们的，任何都可以的。有吗？那我们就。怎么？好了。你是谁的朋友？好、oh, okay. 我可以在这边吗？可以、啊、要站起来哦。不用哦、oh, 不用。好，大家好，我叫素芳，我来自印尼，我是令达的朋友。对，就是其实今天其实没有什么打算要过来的，对，邀请过来的。对，然后其实也蛮谢谢令达，就是可以给我一点机会过来认识大家，然后很开心，就是可以参加这个活动，就是看到大家从各个国家然后分享，我就觉得好想去各个国家去玩哦。然后就真的很特别，然后就也认识很多朋友，也谢谢印尼朋友，就是有机会介绍印尼到台湾来，就是希望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去印尼玩哦。我带你们去吃好吃的，最喜欢了。对啊，也谢谢老师，就是可以，就是有一个机会给大家有这个机会，对大家有一个很棒的家庭这样子。谢谢，谢谢。今天有一个朋友比很多同学都还要早到现场，他等了那么久，罗伯特朋友。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等了那么久，觉得应该让你分享一下。哦，没关系，在这里也看了很多书，很愉快的书。那个，罗伯今天的舞蹈，那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因为才刚去学了印尼舞，在前几天表演了，罗伯也在我的旁边跟我一起跳舞，一直可以有机会偷看他，感觉非常的幸运。那今天的舞蹈比起前两天我们表演的那一支还蛮女子舞的舞，我觉得今天看得到的是我可以看到阳跟阴，刚跟柔，所以其实这会是虽然我不那么懂，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好的一个综合。你可以看得到，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本身有跳另外一种舞蹈，它是来自于性别界限非常的明显，就是很两端的，那跳那种舞蹈要求男人很男人，女人很女人，
那是一种双人舞蹈，跳了之后真正发源自那个国家的人民跟我跳，我就会知道他在告诉我我是男人，所以你是女人。那种震撼是我才会回来跟台湾的人跳舞，发现台湾的人跟我跳舞的人叫做性别不明。对，那我觉得很有趣。真的，对，就很有趣的是在每一个国家他的那个男女的距离，就是在他们那个光谱上的位置的距离远近是都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其实虽然我不那么懂，但是我觉得罗伯今天跳的舞里面你可以看得到他的一种可以悠然处在这里，这跟他本身的性向或性别没有关系哦。我现在讲的是在那个舞蹈里能够展现的东西，你可以悠然的在这里走走，去那里跳跳。因为礼拜天我有跟 Robert 一起跳舞，也有看他跳另外一支舞，就非常的该妩媚就要妩媚，就很就是今天他有讲到那个很柔顺的感觉是。那拍了照片之后，我有一些朋友完全没有办法理解这是男助教，对，就是比女人还女人。我的同学说，罗伯打扮成这个样子，我们还混什么？对，可是对啊，这并不会影响，罗伯今天成果展的时候，他想要表现他的阴跟阳、刚跟柔的时候，他想要是什么样子，该是什么样子，他就表现的是那个样子。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OK， 谢谢。刚好我也分享一下，因为昨天我也有拍有另外一班，还有一个同学，他也用舞蹈交作业，然后他跳 swing， 然后呢，他讲其中一个人是 leader， 然后也是性别，他也其实就是在谈，就是 leader 一定是男性嘛，然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跟性别之间的流动这一类的，其实我自己就看身材也知道我对舞蹈一定不在行，但是我觉得我非常开心有罗伯在我们的课堂里，因为不同的艺术种类的逻辑不一样，但是罗伯可以用舞蹈的逻辑来回应这些作业的时候，我觉得对同学们甚至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刺激。好，那但罗伯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人啊，在班上是让大家很开心的。对，所以虽然九月就要走了，但是之前还是要交作业。好可怕，超可怕。好，还有没有其他朋友想分享想回应的？是蔡老师。好，谢谢。那来到蔡的时光其实好几次了，终于有机会到二楼了。那之前其实我是从一个这个局外人的角色，然后来观察这跟记录访谈这个，也就是你们的口中的老板啊，云桑。那云桑其实是我高中教的学生，所以也一路看着他成长长大，然后创办了这个灿烂时光。那在这个灿烂时光里头呢，又因缘际会的认识我的老师美金老师，也是我的缅甸文老师，所以我跟他已经上课大概上了在三年左右的缅甸文。那在上一次的上课当中呢，美金老师邀请我来参加这个活动，其实我蛮好奇，也刚好时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来到这边，从刚刚进到这个会场，首先我真的很佩服小胖老师，小胖老师的魅力，然后能够让这些学生这么心甘情愿，然后付出这么多的心血设计这么棒的一个作业。那从这个每位同学的分享，有时候你们真的好谦虚哦，都说没有认真准备，然后其实我们看到都是满满的一个很用心有血有肉，然后有文化跟自我省思的这个对话在其中。从各位的这个对话，还有这个刚刚的论述，还有这个报告，其实虽然是作业，但是其实你们做的是一个自我对话，然后也自我觉察。刚开始都用了一些很否定的一个字眼，啊，不能怎么样，啊，不喜欢什么。可是呢，随着你们报告的时间走，你的语言也转换了，慢慢的觉察到自己的自身价值，然后呢，也喜欢自己，也爱上这里，跟我与我们这边所有的不同来自不同的国度文化有所交流，然后产生互动的共鸣。那我今天真的
非常谢谢各位的精彩分享，谢谢。谢谢，谢谢。好，来翻译还是要讲一下。对啊。翻译没有被 cue 的，他只是来当客人。可是我其实还是觉得有一些东西大家没有办法放，放开或放下吧。那很多是关于，我觉得这个课其实很在课程上就很清楚的把一些人标志出来了，或新住民，或者说移工、新二代，然后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是标签，的确它就是个标签。嗯，那这个标签有时候我会觉得它可能是一个负担，就在认识这个标签的同时也在认识自己，然后这过程里可能它会是一个负担。像我一直觉得大家来自不同的国家，然后大家可能会觉得在台湾这一个空间里大家都是那自己的国家的代表，所以怎么讲呢，就是 我自己会觉得这个东西会把彼此局限住。那但是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可以去挖掘更宽广的世界的一个进入的地方嘛。对，所以 我自己还在想，也一边在思考这件事，就像说一个人怎么可以把关于国家的、关于你的国族的、你的文化的东西全部抛开之后，你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自己，而不是我的国家、我的国族、我的族群、我的宗教去把我堆叠成一个我现在的人。那当然是没有错的，可是我觉得就像老师说的，在创作里面没有遇见你真正的自己，可能这个创作就会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过程吧。那的确，我也觉得看到大家其实慢慢的在挖掘自己，就是大家都是以前就认识到现在，也看到大家可能上了这个课之后有了一点点的改变。那我觉得其实在今天的小呈现后也会更期待大家未来的改变。谢谢。好，谢谢。这边各位朋友是谁要？是佩佩珊的朋友。好，来分享一下，分享一下。Hello， 大家好，我叫姚文，我是配音的朋友。好，其实他找我找，就是今天要过来，突然是今天找的，然后想说，好怎么突然找我这样，然后我就尽量就过来这样。然后其实我刚迟到了，前面没有什么听到，这后面有听到，就是感觉很不错，然后希望有机会过来一起上课，感觉还蛮有趣的。然后对，然后那个感觉大家就很认真的，虽然我不晓得前面是什么，因为我是中间进来。好，那你有看到他的吗？没有，没关系，可以看直播。啊，看直播吗？好，回家看。好，然后大家的分享很精彩。好，刚刚那位的跳的时候，是很厉害耶。好，有机会要跟你学。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后面还有两位朋友，要不要分享一下？是你的学生吗？是我朋友。不好意思，我们好后面才进来。然后因为我其实是昨天有事情来找雨婷，因为我想要认识一些新住民朋友。然后那个雨婷就讲说，哎，今天晚上有讲座，然后我其实今天晚上有事，可是又想说如果我赶得及的话我就过来，结果还好我有赶上。而且因为我昨天收到的讯息只知道说是艺术创作，然后其实我并不清楚说是什么样的艺术创作的成果发表。然后今天来之后，对，今天来之后我觉得，哎，还好我有赶过来，因为就是小胖老师嘛，对不对？胖老师，我跟小胖，他是大胖老师。我觉得还蛮荣幸可以看到你本人的。我帮你签名。有两个朋友
友都有去上过你的课，然后他们就是你都有就是有要求上你课的要最后要做一个展览嘛，然后我觉得这超棒的啊，就是非常完整的。一个是郭郭，一个是谁？没有没有，郭郭郭郭，我们也是来才发现说，哎，是认识的，是朋友是朋友，是另外两个那个叔叔跟丽丽。哦 ，OK。对，我就觉得很棒哎，就上你的课，整个就是一整套完整的训练。周三班要报名，有兴趣打这支电话。对，报名专线。对对 对。然后另外就是因为刚比较可惜的是，我只看到后面两个人分享这样子。然后其实我看的过程里面，我会觉得，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的摄影技巧没有很好，就是因为最近刚好因为工作的关系，都会需要拍照啊，然后需要抓画面啊，我都一直跟我朋友讲说，天哪，我真的不会拍照，我可以做访谈，可是不要找我拍照。可是我就慢慢发现说，其实照相好像就是主要是要有温度哎，而不是说我要有什么样的多专业的方式去呈现我的影像。对，我觉得可能是我身边真的太多那种影像专业的朋友，有没有？就是，所以我就会对自己的那种拍照技巧，我一直会有很多的质疑。可是今天看到这两位朋友分享，我就会觉得，尤其是罗伯的舞蹈，好喜欢哦。就是刚看他跳舞，其实心里非常的平静，然后也觉得好棒哦。就是还好，很幸运有来，然后可以欣赏到这样子的表演，然后可以听到大家的分享，这样子，嗯，就非常感谢。好，谢谢。我自己的朋友，另外一个朋友不能 lose 掉。另一个朋友是被我拖来的啦。哦，没关系啊，反正有看到啊，分享一下感觉。我其实刚刚在楼梯那边，其实就是只有照片看到一点点，都主要是听大家在讲。其实没有照片嘛。那个 PPT， 然后也是来的，反正哦，那个人长好像郭郭，哦，真的是郭郭。然后那个小胖老师也是，因为也是认识叔叔和弟弟，然后一直耳闻有这个神秘的老师。之前叔叔他们的展览，我们还有去帮忙。对，我们还有去帮忙场贴卫生棉，对啊，贴这个厕所。OK。对，然后。我其实大概就是8:45才知道有这件事，所以就跟大家一起过来。然后来到现场，我觉得摄影我自己比较感触比较深的是这位朋友，就是有讲到他说他一开始不喜欢看到自己的眼睛或是自己的声音，可是到后来是比较可以接受。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原本也是念比较偏艺术的，对不对？也是这个影像相关的，对。然后就是在我们拿摄影机的人，好像很我自己啊，也很难去面对摄影机前的自己，所以好像就有点可以理解他这种状态，对。然后罗伯的舞蹈，我就觉得对非常平静，平静到我有一种我快要睡了的感觉。对，但这个睡并不是很无聊的睡着。我之前曾经上过那个直觉沟通的课，就是要开启心灵什么什么的，然后整堂课也是只有我一个人睡着。对，但是那个老师的回应我是表示这个空间和这个氛围让我觉得非常的放松，对，平静，平静，然后平静到我可以很就是。很舒服，可能刚刚有点类似这样子的磁场又对应到，对，但是这样，好，谢谢大家今天的赞助。好，谢谢。郭沫若掉水，郭沫若掉水，没有吼。但工作人员不存在，我会私下再看他。OK， 好。现在还有四个人在指，哦，四个人在看。好，还是感谢各位。我们能够在今天然后拖到现在跟我们一起留到现在啊，因为我刚刚看到已经有4个落跑了，对。好，没关系，因为他们也是我学生，我会去别班问他们。OK， 老师你可以讲一下他们之后也会有小呈现，每次都会有小呈现。对，这是第一个学期的小呈现，所以意思就是说再过12堂课之后他们还会有小呈现，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当他的观众支持他，然后也
不算督促啦，鼓励他，在他走向特展的这条路上，好，因为其实这个其实还是一整年的课程，中间大家都会遇到一些瓶颈啊，可能会累啊，朋友们的支持，同学互相支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好像刚后面有两位同学说了，他们去看了我们同学的个展，好，创作真的不是走在路上被雷打到，咚，忽然就可以做，它是一个需要努力学习，然后一直练习，你才能准确的讲出你想讲的话。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大家一起加油，继续一起走最后后面这一年。那今天一直被说是小胖老师，所以我们只好说加油，好吗？好，谢谢各位，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好，谢谢各位。